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313集，来分享一个笑话。这是一个银行员在网络上的留言，他说不知道客户知道自己被称为普尔的感觉是什么，一直觉得这个名词很好笑，有人知道典故吗？意思就是指客户都是在池子里待宰的肥鱼是吗？到底是哪个缺德的人发明的？分享这一则留言不是要来耻笑客户，而是要让客户知道说银行是怎么在看待客户的。我看了这则留言除了很想笑之外，也替客户感到很心酸，尤其是那些投资惨赔的客户，大家业绩都赚到了，却是用这种角度在看待对你们贡献业绩的客户。对那些忠实的客户，很信任你们的客户，情何以堪？现在银行衡量一个员工的价值，不是看他多努力多认真在工作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。你对银行有没有价值，看的就是你能贡献的数字。大家都在追求目标，不但要达成目标，还要超越目标，每个人都被数字绑架，要怎么解套只能从客户那边下手。下午一个理财朋友找我，他说他业绩还差一点点，但是这个月只剩三天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冲才能达到。我跟他说你讲保险可能会来不及，因为他还要有核保的时间。我跟他讲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试，那就是全力冲后收基金，使尽所有力气去打电话，一定能找到适合的客户来买你们的好商品。乱枪打鸟总是能打到鸟，各位业务朋友辛苦了，加油。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，下集再见。